现在已经来在了民国了。那民国有什么变化呀？哎，对你小你不太清楚了。民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年代，军阀混战，百姓们也是民不聊生。不过这会儿呢，相声艺人们可以演出的地点又多了一些。是不是提高了呀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他有的是在小剧场演出，有的是在茶馆演出，有的还能到私营电台去播音，但是大部分艺人还是保存着撂地的状态。那您说到茶馆是不是就好多了呀？这个话两说着，可能多挣了一些钱，但是茶馆吧，茶馆本身是个小社会，光怪陆离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艺人们啊每天也是哭笑不得哟。那我也没听过也没见过，咱们去看看。好，我带你看看民国的茶馆。哎，这个说话的功夫啊，这都来到了民国。在民国这个时期啊，说不上是兵荒马乱，但是也说不上是歌舞升平。小弟我这是开了一个茶馆啊，祖宗七辈半我们都在这儿啊，从我爸爸这开始就在这儿开始了。那么说怎么从我爸爸这儿就是七辈半了呢？我跟我爸爸这是一辈半，之前是别人呢在这儿开了茶馆了。这茶馆的生意也不好，都这样，光卖茶呢也不挣钱，这不是吗？弄点玩意儿啊供客人欣赏啊。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咱这就开张，伙计们来。这个水都烧开了吗？开了。点心都准备了吗？准备了。准备好了？哎，咱这就开张吗？还等什么呢？烤啊，开张。来开张了。这一转眼就到了民国了，可快了。嘿，现如今这块地面上还是咱爷们说了算。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昨天买卖间着火，他们都跑了，上头就看我在那儿喊，净看您了。对，要不是我喊，火能灭吗？那可不嘛，是不是？当然，灭火队也忙得够呛。我这嗓都哑了，咱喝点茶吧。喝茶吧，喝茶，喝茶。要，您喝点什么茶呀？高的。你嗓门太高，吃点什么呀？我们爷们儿吃炸酱面，吃面，打卤面，打卤面，芝麻酱面，对，我们这西红柿面，我们这茶馆哪有这面？我给你拿过来，赶紧去啊，坐去、啊。还有烫饭，知道吗？烫饭，咱爷们儿就爱吃烫饭，哎、那是。来，您喝茶。爷，您要点什么？够胖的。听说你们这儿新添的玩意儿呢？是是是，有玩意儿。来点。有玩意儿啊？来来来来来来啊！来点玩意儿。您行，您等着 啊，我给您叫去。我们这儿有一个老行头，说的特别好。老行头，来来来，爷们儿，到您了，到您了，到您了，咱这就开张，来。久旱逢甘雨，几滴金榜题名时街坊，洞房花烛夜前妻，他乡遇故知情敌。这学徒的四分的一段啊，单说了。老头儿，走，下去，这走，让你走呢。什么人这是？哎呀，什么呀这是？说的是啊。什么？赶紧换一个。给您换一段。得嘞，这个老谢怎么样？听说过吗？来，您等着啊，等着。老谢爷们儿，来，您干您了，哎。西天善事来，嘿，
一路上碰见些那妖魔邪祟。结伙成堆，一个个要吃唐僧，未免去了轮回。什么播呀？你唱这个什么呀？不是，猪八戒一孙猴有什么呢？这个，这高老庄啊，这是什么高老庄？这切切，走，要什么钱？这一个比一个老，这什么播呀？这个，那依着您呢？你这大姑妞啊？对，哎、大姑妞啊，还真有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大姑妞。行吗？花名柳眉，爱春光，月朗风清，爱秋凉。年少的这个佳佳人，他也爱才子，年老双亲爱儿郎，善人之家爱结裂，英雄到处爱豪强，那龙爱大海长流水呀。剑下藏，人家这大姑娘看着呆，过来，走走走，过来，这别赏钱，这是大姑娘啊，赏什么钱？哎，我艺名叫大姑娘，像话吗？这个40年前呢，是个妞。废话，谁看这个大姑妞？现在也是。赶紧，你先。我闺女是个大姑妞。您闺女呢？叫她来呀！我到这儿看看。来来来，闺女，来来来，给大爷唱一个啊！哎呀，爷您慢点。叫风暴
身在乾隆，怕别无端乘凉地，寻芳出使不他省，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囊袋，惹出来暴雨探晴雯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这岳父，哎，哪是这是？这老大爷，老大爷，您说说这叫什么事儿？